是你会感谢他们？我会感谢他，因为以前一定很恨我。可是叛逆期你恨他吗？其实不能说恨，但因为我狮子座，所以我很喜欢跟他硬碰硬。就我永远记得小时候，就是我跟我妹妹就在餐厅这样追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说不要再跑了，他脸已经扁了。然后但我们两个就想说，这么多人你也不会拿我们两个怎么样，我们俩就这样子一直玩。他就说再跑不要让你跑个够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没有没在怕、啊、对，我又没在怕。一出餐厅一上车他就把车开走了。没有，我要先强调那个车开走了，平原很好，这个绝了，这个平原才关系。然后他把车开走之后，我跟我妹两个人，因为小孩子嘛绝对追不上车，不可能。两个人本来在打来打去，两个人瞬间手牵手在追那台车子，然后追不到嘛，然后两个就抱在一起哭倒在路边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开的这么远啊？没有，这样重点是它是一个圆形，小孩子会很害怕。然后呢，我妈就这样绕了一圈回来，我妈就绕了一圈回来之后，然后车窗摇下来说还要再跑吗？够了吗？我说哦，不要。从此之后，他只要看着我们说还要再跑吗？我们俩再也不敢。我们要马上说到做到，真的。我妈恐吓没有用，恐吓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我妈永远都就比如说，她就说，我跟你讲哦，你门禁吼，青春警啊，门禁今天晚上10点不回来锁门，我真的锁门啊，她真的锁我在外面，对，我真的敲门，我说我跟你讲不要闹了，我跟你讲邻居都在听到，你再把门打开，她说邻居听到就听到，我跟你讲，是你丢脸，不是我丢脸，她就把我关门外，然后我就坐在那个楼梯间，我又不能去任何地方，然后我就很气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没关系，他应该给我做做样子的。我在门口坐了40分钟，哎，他不开就是不开。没有，是因为我老公。我告诉你，要是我会关他一夜。可是我老公，他如果真的跑走，我没关系啊，我不会找他的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他就看着我在家里，他在家里很幸福。我觉得他没有办法适应外面的日子。然后我小时候。青春期也有那种讲过那种就是叛逆话，那种我跟你讲，我离家出走，我跟你讲哦。他多帅，他帮我打包行李耶！你要有个狮子座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对他？我妈是狮子座，我妈说好无天，我妈说没关系，要走我帮你包，顺便给500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他都给我包最丑的衣服，他说我很爱漂亮嘛。他说我跟你讲，这件是我买给你，这件不可以拿。那么丑衣服，我怎么好意思穿出门？然后呢，他都包好，我也不能不走嘛。然后我就这样，他说没有台阶下，他帮我把门打开，来来这边，要不？要不要叫车？要不要你叫车？然后我就想说，怎么礼数这么周到？然后我就走到门口，我就走到门口，然后想说，我现在走是不是就因为狮子座你要反着来，你只要不要走，他就要走，对不对？你叫他走，我现在不想走了，我就走到客厅，我说我现在不想走了，对，我就这样子，他就很会这种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随时收看新影片，点击右方影片栏还可以观看更多哦。